用牛屁股啊，他戳我牛屁股，我靠，那不能忍，那必须要顶他一下。我们学 W， 我们前期就要凶一点。为什么他没带多兰顿，我们就学 W？ 他是多兰顿，我就不学 W 了，因为前期耗他没用，你顶了顶他，歇个十秒钟，他血又回起来了。最好顶的话是要等你的那个东西好了，等的法力流息带好了，你就顶他，你就让他戳嘛，没关系，可以适当的骗他一下，然后顶开他补个刀，没补到，又给他敲。这个刀不吃，这刀可以吃一下，要挨个 W， 要挨个 W。然后这里就是他可能要哎不，闪顶，顶进去骗闪，闪换闪，这波我们赚，为什么？这波剑圣来了，他是必死的，先挂云南，不管了，坏了不一定死。哦 ，nice， 刚好我的头，对吧？这一波打闪很关键，必须要打闪的，不想让他打 W， 打出来了。打个 WQ，A 一下，有一下，给你掉没关系，有了拉开了，这里要拉开了。哎，我还没翻，这里可以扛着他的那个坏，这边没办法帮他，要出事，这里没办法。剑魔能不能抓到？抓到剑魔，坏了，这我得死，这波我死了，但是我必须换。哎，不一定死了，剑圣呢？你这么跳，剑圣有 E 的呀，他剑圣有 Q 的呀，接不上，塞拉斯来了，坏了，嘿，那肯定要顶你看，看你会不会，哎呦你，不回就行，不回就行，我操。哎，给他敲会儿钟，他不回了还。啊，不用了，那就不用。啊，看见什么了没有？必须干这种事情，他肯定在打这个。他死了。别老这么喊，走开啊！哎，坏了，我死了呀！等一下，开大招了，都不要开大了。别跑，别跑，别跑！看他接不接打。啊，闪现顶这个，不要问为什么。快去吧，回去，回去。扭一下，二连。我们打一套，先打一套。先晕一下，先拉开，不着急啊，先拉开啊。我们先拉开，先让他粘人，他能粘住的。怕什么呀？哎，哎，能追上，能追上。那就一个 WQ 刚好，是吧？这波日女立天功，特别是日女辅助，这真的很舒服。而且他自身控制又多，是吧？要不要拍？等一会儿再拍，飞一下拍，那杀掉。哎呦，胆敢还击，我操！扭一下，他反正走开啊！算了，开大招了。不着急，不着急拍，不着急拍，等一会儿。OK， 现在眩晕 Q 起来，进球儿让你抓我，好抓我是吧？还不回是吧？发给你啊！他上来送，但是我死了，没办法，这个必死的，这个没办法。扭一下，打起来 A 一下，顶一下，错了没有？错没错？坏了，又闪。交闪，不交闪，一不交闪，报仇了。先杀这个，能眩晕吗？哎呀，距离不够，没办法，这个追不上。别跑啊！别跑啊！他只能挡我一个技能，我直接二连就行了。
你不信邪是吧？算你可能我们好像是杀手的停，来死这一波十九层，这么猛，算了，不要等了啊！这么猛吗？这只鱼？哎，你让我顶，让我顶，快走！我还好，没事。我这么猛啊，这只鱼！我也喜欢日女辅助，哇，这日女辅助好猛啊！四个人，先杀你。眩晕，你看日女辅助多顶啊，多顶，先挂隐藏，再来个二连，哇塞，这一波人头摸掉，舒服，算可以了。大哥来了，大哥先杀这个，你就剩我一个了，不怕不怕，顶住，有大哥顶这个，我先拉开啊，我不着急，我等一下了，我先杀双 buff 的，再杀你，再 A 一下开个 E 变形，哼，我让你杀我，让他们上高地，我去蹭回去，天使天使呢，放还是能杀，能杀还是能杀，但是得把一直能打满，部位的伤害有点高，高秒了。我讲真的，我想秒他。你有影魔刀，我秒不了你，这么跳。哎，这怎么还有一个？还有谁啊？哎呦，这等他杀一下。下一个 WQ 给谁呢？哎呀，给谁呢？那就给你吧。来敲一会儿，开个大招给他敲。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成功喽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二连一下，够重了吗？哦，这蘑菇炸惨了，蘑菇炸惨了，蘑菇别炸了，别炸了，这蘑菇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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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打这个 ，OK， 没关系，我顶一会儿，我顶一会儿，好像不叫我顶，顶完了这一波，放几个，哎呦，没关系，杀了就行，队友给我打问号了，哎，这把别人害死了。去给寂寞磕了个头，好丢人啊！大家没有点关注的点一下关注，没有点赞的点一下赞，这里给大家磕三个响头了。